OK 啊，passing，所以你们可以开始点名了啊，可以开始点名了。给啊，给吗？OK 吗？所以可以开始点名哦。然后点完两名过后呢，你们就一样，就是打开，也就是那一个课本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一些些，就是上一次，关于到11.4，哦，就是影响店主大小的那一个因素啦。OK，我们就是看一些的那个因素啦。好，所以呢，哦。这个的话呢，其实如果你们真的是来不及抄的话，我还是就是重复之前的那一句，也就是说，你可以抄我给你们的那一个 slide 啦。OK 吗？好。这一个呢，就是关系到就是课本的习题啦，也就是简答题那一边。哦，所以呢，那个简答题那一边呢，尤其是第五题那一边啊，OK，第五题那一边。好，所以呢，它就是有讲到，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一根合金丝拉长的话，它的电阻是会怎样啊？所以呢，当你就像跟一个粘土一样了哦。好，所以呢，你就想象成一个粘土。所以呢，你把一粒粘土拉长的话，你会发现到呢，对，它的那个长度变长，可是呢，它的那个横截面积也是一样变小，OK 吗？所以呢，你就把它当成是好像粘土的那一个现象。所以呢，哦，在这里的话呢，店主呢，哦，就是说，上一次我有讲到的，就是说，如果你要影响店主的话。你要影响店主的话，抱歉啊，你要影响店主的话呢，哦，它主要的一些些的那个原因呢，我们就是会有分为这四个不同的那一个原因啊。所以影响店主的话呢，我们多数都是会讲到材料、长度、横截面积，甚至是温度，OK 吗？所以呢，温度的话，对于半导体跟绝缘体来讲呢，哦，它们就是会依靠越高的温度，电阻就是会变小咯。导体呢，就是说温度越高的话，电阻就是会相应的越来越大啦。所以这一个就是温度对电阻的影响啦，OK 吗？只是呢，前提就是你要看它是用在哪里咯，OK 吗？所以它用在导体的话，它的效果又是不一样。半导体跟绝缘体呢，效果也是一样，啊，效果也是会不一样啦，啊，哦，所以呢，我们再回去啊，OK，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就是说，你不用完全抄到完，你只需要写到，就是它的那个合金丝变长的话，它的横截面积也是一样变长咯，OK 吗？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它的那一个电阻的话呢，它就是会被这一些因素所影响，所以呢，而导致它的电阻变小啦。OK 吗？这里有什么问题吗？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就是 next 啦。OK 吗？所以你不需要全部抄到完啊。OK，所以我 next 哦。所以你来不及抄的话，真的我你就是可以在那个 WhatsApp 里面抄我给你们的 slide 啊。OK，所以呢，在接下来的话呢，这一个部分的话，这一个部分啊，哦，所以也是一样，就是导体电阻大小的那一个说法啦。OK，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哦，我会抽一位学生来回答一下这一个问题。好，所以呢，我会抽一位学生来回答一下这一个问题啊，因为毕竟每次都是我在讲话，所以呢，我是时候要听听一下你们的声音啦。
OK， 所以呢，我抽到的学生呢，你们可以开那个语音啊，来回答这一题是什么问题啊，是什么答案？刚刚我就只是抽一个人出来答而已 ，OK 吗？好，所以我抽一个人啊，所以我就随便抽一个，OK， 来，于康，于康有在吗？怡康有在吗？在。所以你说这一个问题呢，会是什么答案呢？B 啊，老师。B， 我看一下啊。所以呢，答案你说吗？说是 B 吗？说。OK 啊，所以答案是 Donkey。OK， 谢谢你，你尝试啊。OK， 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它就是讲到，就是哪项是正确的啊？所以我们有 A 粗细相同的那一个铜线 ，OK， 越长的话，电阻就是会越小，错哦，这个越长越小是错的啊。OK， 粗细相同的铝线，越长的电阻越小，越长，看到吗？越长也是错哦。你要增加电阻的话，你的导线。I 的就是越长，或者是横截面积越小，它的电阻才会变大，对吗？所以 A 跟 B 呢，它就是倒反。OK，C 的话也是一样 ，C 的比粗的电阻还要小，也是一样倒反。所以答案就是 Donkey。OK 吗？所以这一些因素啊，所以请记得这一些因素呢，它都是 for 电阻的啊。OK， 它都是 for。电阻的啊 ，OK 吗？哦，所以都是 for 电阻的啊。Okay, 所以这个的话呢，就是我来回答。所以在这里的话呢，也是一样是 extra。所以关于电阻的说法是正确的话，这个就是 boy 啦。OK， 这里的话呢就是 boy， 因为也是一样咯，越长的电阻越小是错啦。A， 然后呢 C 的话，一切物质的电阻都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大。也是一样错了啊，所以因为它就是会有分导体、半导体跟绝缘体，所以你可以发现到它们各自，在温度那边是不一样的 ，OK 吗？所以呢，在接下来的话呢，Donkey 的话，导体中的电流为零的话，导体的电阻也会零，也是错了啊，因为电流不会影响电阻啊，记得啊。电流电压是不会影响电阻的大小啊，电阻的大小就是会对这一个四个东西所影响啊 ，OK， 被这四个东西所影响啊，所以请记得啊，电流电压是不会影响电阻啊，只有这四个东西四个因素才会 directly 影响电阻 ，OK 吗？所以这一个就是它的那个 conclusion 啊。OK， 所以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就不再拖这个11:04了啊。OK 吗？这里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我就是要接下去就是变阻器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要怎样控制这一些电阻。OK， 既然那些电阻不受电流跟电压的影响的话，我们要怎样控制这一些电阻？因为分分钟钟我们要 control 这一些电流电压、哦、好让我们可以利用一些些用电器来帮助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些的难题啦。OK 吗？所以有什么问题吗？好、哦，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再 proceed 啊。好、哦，所以这一个的话就是它的那个一些些回答的技巧了、哦、所以 A、C、D。都是错误啊，只有 B 而已啊 ，OK， 只有 B 罢了啊 ，OK 啊，所以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再接下去就是11:05那一边，哦，11:05那一边，也就是变阻器啦 ，OK， 也就是变阻器啊 ，OK， 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变阻器的话呢，它其中一个功能呢，也就是说。比如讲我们的那个桌灯哦，好，你要调节那个灯的那个亮跟暗，好，其实呢，我们就是用到变阻器，可以吗？这个是一个
最普遍的现象，哦，最普遍的现象 ，OK 吗？好，所以呢，在接下来的话呢，哦，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可以发现到这一个活动实事那一边啊 ，OK， 活动实事那一边的话呢，哦，你可以发现到呢，哦，活动实事的话，你认为哪些方法可以改变导体电阻的大小 ，OK 吗？你要怎样改变电阻的大小呢？就是之前我们上到 11.3 那一边的时候，你有发现到的话，它有一个活动呢，它就是拉长它的那个导线，对吧？如果我们拉长那个导线的话，它的电阻就是会变大。而如果你拉短那个电阻，那个导线的话呢，电阻当然就是会变小咯。哦，也就是说你一个电路里面你的导线越大的话，我们电阻就是会越大的，哦，它拖电越来越厉害，越浪费电能啊，我们讲，哦，如果你的那个导线越小，哦，它的那个电阻当然也是会变小咯， OK， 所以呢你就是会比较节省一点你的电能啊， OK， 你的电源啊， OK 吗？这里有什么问题吗？好，所以呢，在接下来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当那个鳄鱼夹在镍弱合金丝上来回滑动的话，这个是一个简单的电阻器啊。所以你可以发现到呢，哦，如果我把这个黑色的鳄鱼丝鳄鱼夹，哦，看到啊，看着啊，我的那个 mouse cursor 啊，这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鳄鱼夹。如果呢，哦，我把我的鳄鱼夹往往左边那边移动的话，就是说我把那个鳄鱼夹移动到越来越靠近这一个红色的那个电线那个导线的话呢，你的那个灯泡就是会越来越亮，因为你的那个导线越来越短，可以看到吗？所以我把那个鳄鱼夹拉到靠近这个红色的地方的话，你的灯泡就会越来越亮，原因呢是因为那个导线越来越短，看了，因为你把那个鳄鱼夹拉到靠近那个红色的那个导线的话呢，那个电流就只需要依靠比较短的一点的那个距离就可以移动到鳄鱼夹那边咯，看了，如果把鳄鱼夹移动到红色线那边的话，灯泡越来越亮咯。如果呢我把那个鳄鱼夹拉到左边那拉到最右边那边，对吗？拉到最右边那边，越比那个红色线越来越远，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到那个灯泡呢就会越来越暗，因为原因你可以发现到呢，它的那个导线的长度越来越长，对吧？鳄鱼夹离这个红色的线越远的话，灯泡就会越暗；鳄鱼夹离这个红色线越靠近的话呢，灯泡就会越亮咯，因为它就是自由 control 你的导线的长度，明白吗？所以鳄鱼夹拉到靠近红色线，你的导线的长度就会越短。OK， 所以你的电阻越小咯，灯泡就越亮咯。如果鳄鱼夹拉到最后面那边，最右边那边的话，你可以发现到灯泡暗，然后呢，导线越长了，所以呢电阻就是会变越大， OK 吗？所以呢在这里的话你可以发现到第三呢，它就是说越长它就是会越明显啦， OK， 它就是会越明显哦。哦，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越长的话很明显吗？整个电路看起来很 bulky， 就是说很大，你也很难收。所以呢我们要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一个镍弱合金丝，哦，缠绕起来， OK， 所以缠绕起来的话呢，你就变成一个简单的变阻器， OK 吗？你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简单的变阻器了，哦，所以呢因为那个变阻器呢，哦，可以方便我们自由带来带去嘛，哦，如果你像跟这一个活动实施一样放到这么大个，所以你要带来带去也很困难嘛。所以呢我们可以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说把这一个镍弱合金丝 OK 缠绕起来，哦，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我们日常生活中的
变主器啦。 OK 吗？这里还有什么问题吗？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就是要 proceed 哦，给你们看一下变主器是怎样的啊。OK， 因为这一个呢，我们就是把镍铬合金是拉直的缘故哦，拉直直，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咯。哦，所以呢，如果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变阻器的话呢，其实它的那个镍铬合金丝啊，它就是缠绕在这一个，你可以看到啊，这个这一块上面，就是说这黑色那边，它其实一直卷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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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起来，哦，而不是像跟这一个电路这里这样拉长长，不是。OK， 这个电路呢，就纯粹只是要告诉你，如果把那个二一家拉来拉去的话，我们其实是可以啊 control 那个电阻的。只是呢，这一个现象呢，哦，其实是一个简单的变阻器。OK， 所以呢，如果我们要可以自由 portable 啊，就是可以把啊，就是让我们自由，就是带来带去的话呢，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合金丝缠绕起来咯，缩小它的体积，我们就可以自由带来带去了，所以就会形成这一个东西，我们是叫做变阻器，哦，英文是叫做 rheostat， OK 吗？英文是叫做 rheostat， 所以呢，这个 rheostat 哦，所以这个 rheostat 的话呢，哦，它的那一个符号啊，它的符号呢会有两种，符号会有两种，一种呢是这一个。跟另外一种呢是这一个，两个都是一样的 ，OK 吗？我来重复多一次哦 ，rheostat 它也有电路图的符号，一种是这样，另外一种是这样，都可以的，哦，所以它的 arrow 呢，哦，跟它这个旁边的线啊，你要倒反都可以 ，OK 吗？等下过后呢，我会给你们一些电路图来方便你们知道了啊，所以呢，哦，它的那个电路图呢。再重复的一次哦，这个两个都是它的符号哦，两个选其中一个，给都是一样的。只是呢 ，for 这一个符号的话，我们是不写 A、B、C 啦。哦，这个你可以看到哦，这个圈哦有 slash 啊，这个圈有 slash 啊，这个圈有 slash 呢，我们是不写啦，对吧？我们就只是纯粹就是拉啊，就是画横线而已，可以画一个横线，然后上面 C 的呢，你就画一个这样。好像90度垂直的那个 arrow 下来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旁边 AB 的话，我们就只是普通拉一个横线，给它拉一个横线，然后画你的电路图出来就可以了 ，OK 吗？好，所以当然这个也是一样咯，旁边的也是一样咯，这个 arrow 照旧画，然后只是呢，左边跟右边的那个横线，你就画连接变成一个电路图就 OK 了 ，OK 吗？现在我们还少过一分钟的缘故，哦，所以呢，我们的那个meeting 会随时会断开啦，啊。所以我要重复的一次哦，就是说它的那个变阻器的那个符号，哦，所以呢，上面的这个垂直的90度的这个 arrow 啊，照旧啦，啊。然后只是呢 ，AB 这旁边左右两边的话，你就用横线 ，OK， 连接变成一个电路图就 OK 了 ，OK 吗？旁边的右手边的也是一样 ，arrow 照旧画，左右你画一个横线连接电路图就 OK 了。好，所以呢，这个呢，这个实物呢，我们是叫做滑动变阻器啦，因为它就像跟二一家这样，我们可以自由拉来拉去那个滑动头来 control 它的电阻啦，可以吗？好，所以这个滑动头就像跟二一家这样咯。哦，下面的这个黑色的部分呢，就像跟合金丝啦，所以它拉来拉去，就是。